很高兴可以来到植物勇者，而且我们邀请到植物勇者的创办人打折接受我们的访问。耶、yeah, ，欢迎你们来，我是植物勇者主理人打折。听说这个空间其实是好几个品牌一起的，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？这个空间是有两个品牌一起经营，然后主要是就是位于前面咖啡厅的建成蓝，建成蓝，对，它主要是做精品咖啡啊，还有一些手工的法式糕点。那再来就会延伸到我这边的工作室，对，我就是植物勇者的打折。哇、哦，所以就是这两个品牌，没错。听说这一次店面就是整个经过一番改造，大改造，对，可不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，就是哪些不同呢？就是原本几乎快要占据一半的植物丛林，把它慢慢转化为就是另外一种模式。对，就是以植物为主题，但是结合了各种像是艺术方面的画作啊、油画，然后还有生活用品的设计跟插画的辅助这样子。它不一定要是活的植物，它可以是就是点缀我们生活中的美好物件，对，加分的配件，对，加分的配件。那我觉得待在家里面，除了养小孩啊，或是养一些猫猫狗狗之外，那最疗愈的事情就是养植物了，因为植物在你养殖的过程中，无形之中可以得到疗愈，然后也是一个可以陪伴你成长，那你陪着它成长的一件我觉得很棒的事情。对。就是跟大家分享，像在室内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养好鹿角蕨呢？那我自己都会跟大家说，你要注意光线、注意空气、注意水这三个要素。那植物在这三个要素之中达到一定的平衡，它就可以养得好，不管是室外、室内。但是室内会比起在阳台啊，或是室外来的更有挑战性。原因是它除了光线需要加强之外，你不要忘记浇水，再来就是空气的流通，就是在小小空间内就可以看到三台循环扇在运转。对，主要是让空气能够有流动的感觉，这样植物在养殖上它的根系比较不容易受损，跟闷到啊，可能懒菌啊，或是生虫之类的各种会导致初学者受挫，对，受挫的事情，没错。好，那讲到初学者，可不可以推荐一款最适合新手入门的鹿角蕨？在初学者养护，如果你还没有办法抓到养殖诀窍的时候，我都会建议养银鹿来，生命力强的，对，生命力比较强悍，然后再来是它的表面比起一般植物来说比较厚实，也多了比较白的白毛做点缀，对，就会让这个植物看起来是特别的。好，谢谢打折接受我们今天的访问， yeah. 那就是推荐给观众朋友，欢迎大家多来离大桥头捷运站非常近的建成蓝咖啡，这里有好吃的咖啡茶点，然后还有好看的植物们，没错，也有画作可以欣赏，欢迎大家多多来哦。那希望大家在以植物为主题的环境之中，能够多一点美好的陪伴。
大家好，我们这里的咖啡比较有名，就是水果系列冰美式啊。那我们从咖啡豆到这支水果呢，都是现榨现挤，然后去搭配就是适合的咖啡豆，去调整出这个水果的风味，喝起来不会太过苦涩。有机会都可以来试试看。那我们做的糕点都是法式糕点，皆是手工制作，对。然后来的话，尽量不要跟我聊天，因为我脸会很臭。对，那我们就是很开心的喝饮料，享受这个环境。老板不用聊天没关系。好，谢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最后一段超好笑。